每次来都坐一整天，我们都坐半天，他的继续留下来。佩服你啊！以为做红豆布呢。妈妈、婆婆、阿妈，五个月以内，一个一个来离开我，没有妈妈在的啊，啊爸爸拢在环保站呢、啊，所以环保站就等于是我的第二个娘家一样。时时哦，会对讲，爸阿妈每一工有无所无量的三个月，包括讲可比后世人，那么是你过来，结一个发亲的缘。那总是呢，这个身体啦，大限到位啦，他就无好啦。这拢总是伫世间的假象，是假。咱要伫这个探讨什么呢？大自然的法则。要探讨什么啊？上重要的是咱的过程，但是安尼迷茫中过一世嘛，或者是呢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咱得悟到了佛法，佛法呢？让我们了解在这个生命中，我们清楚了一项，有我们的生命永恒的一条路，那就是实相之观。这个实相就是中道，中道就是实相。你若无记住这个名，在人间自古以来就是佛啊，以后伊的名，细汉叫做悉达多，到个成佛呢，人人称为佛，佛陀、世尊，这些。人生的过程总是有一个名称，啊，咱是照这个名称啦，同款，也搁伫自然的法则内底，看佛陀称为佛啊，佛是伊的，以天地。宇宙真理合二为一，以生命中的感悟，天地万物无有一项伊唔知，拢总了解，所以慧命伫慧命成长啦，慧命原来。本来就有，所以发到了慧命，叫做成佛。成佛，慧命不生不灭，这就是咱爱要认识的中道实相。咱一世人，咱若无来认识伊。无好好用心来了解，同款生命就是安尼空过，安尼结束。我以前都是迷惘，就是人你追盲目的，就是个无智慧，个无明嘛。可是我是觉得应该要爱自己，要穿好一点，就是要买衣服，然后带一些珠光宝气啊。但是我在实际的世界里面，没有人这样戴，反而戴那个会人家被人家笑。我自己也会觉得，啊，那有一次去买这件衫，啊，我写好了，我就足恐怖，我感觉就是迷茫哈。啊，人咧追求什么？对，一窝蜂。所以有学佛跟没有学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我现在都没有这样子，我现在是，哎，分秒要不空过，步步踏实做，就是爱爱的，不要消费，因为消费消费就是在消福，好像找到那种生命的价值在哪里，是要修行。修行的过程，催眠、无明、烦恼、执业，因为还未修行的以前，就是咱现在，咱修行呢，真迷，一直呢，无什么真大的进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就是咱一个无明，咱一个烦恼，对人对事，动不动呢，这是互咱烦恼，不是烦恼，便是生气。要那无呢，就是贪着；要那无呢，爱甲恨甲情伫迄个所在叫。滚架掉，这就是咱日常的生活，这就是叫做无明。所以佛陀爱教咱讲，这多的无明，这多的烦恼，这多呢的烦，要和你去对治。到底你有用法对治也无？那有啦。自然正悟，咱若有对治，对治一项，咱了解一项，所以了解啦，唔只是了解尔，体会啦，唔只是体会，从体会中呢，产生了智慧。有空的时候去逛百货公司，看到 一套衣服或者一个皮包没有买回来，就觉得心里会去想它。可是当我做了环保之后啊，我那个觉得自己啊这样很不对。像上人讲的，在说经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个人两个人听，一个人两个人也是做环保。我是希望大家的祝福啦，将来我们这个会成为环保站。《法华经》那段文开始讲爱团结，你听经啦，听落去爱去理解啦，理解了后，我嘛会当团。在我的以外呢，人人拢同款安尼去团，这一代过一代。这叫做无私，真正觉悟。天空有偌大，宇宙有偌大，咱觉悟、体会道理，也都爱有偌宽。这叫做心包太虚。咱的心，那敢那单独有我，这呢？无算当前有情天，大爱有情天啦、啊，唔是安尼甲大家人讲嘛？咱就是爱人人相伴。你有一份得到法，也搁都爱传予他人、别人，那人人相。相伴，所以大爱，大爱，爱来铺路。当前呢，爱伴有情天，这呢，大爱当前啦，敢毋就是天地宇宙间，这呢正开阔，欠你一个袂用的，欠我一个。袂用的，彼此之间大悟啦，才会当成道。也那无呢，有理化的分别啦，
这个无明还是存在，这种的烦恼的业力还是要存在。所以咱要伫这个所在修行，唔是干那独善其身，我家己修行了点，中道实相，这拢总是爱了解、拍开心胸，让人来成就。佛法是功无边际，体悟道理爱大悟共成，所以安尼呢，才当到正我一心，这是天下呢上好的大福。